所以这个地方是你说带我来吃，真是很特别吗？对，这里是金龙行阿来才知道的沙茶咖喱一条街。行阿来才知道，他在大马路上行阿来才知道。为什么？给老板看怎样？因为他比算比较离市区的偏远一点点。金龙人才知道。嗯。好嘅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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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副科长讲特别带我来吃啦。哦。在吃咖喱。对啊。嗯。讲这几条拢是啊。是。但各家口味的不一样。来，我们进去了。好。来，就讲这些。基隆流浪头啊，这个地名是早期利用流笼将煤矿啊运下山而来。基隆与咖喱的关系是早期基隆有许多港口工人跟矿工啊，因为气候湿热没有食欲，而咖喱中的辛香料可以帮助消暑排湿，让船员呢更有食欲啊。一整条落落场啊，哦，都在卖这个所谓的汕头沙茶咖喱，对吧？沙茶咖喱，这个老板科长是说一定要来这边，嗯，而且我跟你讲个秘密，对，他夫家都是前面那间，但他喜欢你这边，嗯，哦，啊，所以这边里面这个是牛肉，对对，哦，再来一笼，哦，汤。这牛肚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菜啊，我个人跟牛肉啊，牛肉的料理里面有几个东西啊，对我来说是难度比较高的。牛肚不好炒，炒了不脆就老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牛心不好炒，腰子不好炒，哦，还炸的荤都不好吃，嗯，还要炒，好吃，嗯，好吃。杨老板，你本身就很爱吃咖喱，对，我煮现在讲咖喱。注意哦，你认真给它体会哦，很美妙。他讲一下，因为我走回，你看走出来咖喱香料，做培干，你讲话没有？嗯，你的咖喱是我目前吃过稍微不一样的地方，你里面的味道是比较错综复杂。对，它不是说只有咖喱粉撒撒，它里面可以吃到很多，比如说有豆蔻啦，或者说比如说像茴香这些东西，它可能把它在里面做一个调整。我这两天有尝过鲑鱼，鲑鱼是鲑鱼哦，鲑鱼就是拖刀鱼。所以加个汤多，汤多加多。哎，你这么讲出来，这干脆呢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秘密被人家知道了。基隆的咖喱啊，偏辛辣，加入沙茶后啊，口味也偏重，但吃起来不会腻口，还带着一种花生的香气。虽然这个咖喱啊，明显吃起来就是炒出来的，但是啊，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，你可以让我啊一口接一口是不会停啊。因为咖喱当然不行，台湾的物件。据我理解，是欧洲殖民时代进到台湾来的，因为很多各国都通商。那基隆本来就是一个台湾最与世界接轨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它很容易接触这个外来的这个各国的这个香料。所以印度传进来之后呢，当然就跟南洋的这些沙茶沙爹啊，在做一个属于慢慢开发成变成基隆的味道。啊，这是原来就直接吃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拌面，乌龙面，它拌，它叫它有饱足感，冻腰，对，冻腰，味道刚刚，啊，刚刚在口感高，嗯，而且咖喱它的味道比较重，它可以促进食欲，嗯，我觉得基隆这边的很多的店家，嗯，都一直有提到码头工人或做工人这件事，嗯，然后他必须去加强刚刚体力嘛，对，苦力活，一种喜爱，嗯。所以基隆，你现在带我来这个地方，我必须要讲，一个管海的人居然带我现在吃牛，那你真的有在管海？有啊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很漂亮的海岸线呢，但是其实不瞒你说，我来基隆很多次，基隆海是蛮漂亮，嗯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吗？对，我也可以介绍你其他的植物。好，他说植物，我就看他植物多厉害。我台湾不要说绕七圈半，我最起码绕了三圈半，什么都没看过。先吃。好。蔡科长说啊，要带我去海岸线找植物，其实心里有点矛盾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真的觉得很好奇。家吗？可以去啊。有啊，我这里啊，这是已经开完了吗？对啊对啊，已经下去啊。好啊。这个冷气啊，这个冷气还没开。对，还没开。这个冷气。哦，那边那个有点像比较瘦长的朝鲜蓟那种感觉，
所以那个是，但那个已经可以吃了吗？也是可以吃啊，但是它还会再开，它会长得它一倍大。真的哦？对，一倍大，它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呢。对对对，这有刺呢，我怎么去插掉嘞？哎呀！这个样子吧，贴壁莲对吧？对，这个是讲对的哈。对，它其实就是植物的味道啊，这开出来会很香的，很香。但是这是一朵吗？对啊，一朵。那开的很大喽。对对对，它会后面会这样。现在可以吃吗？不可以吃。这边要煮才能吃。啊，现在是不是这样拉肚子？我没有尝试过。来了，试一下。陪你的，还蛮脆的。对，你还得看认真吃，我光吃一点，我就加点点。微微的酸，对，微微的。很脆，很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说的在贴壁莲，这个贴壁莲在这个东北角海边很多，还有防风林的效果。哦，真的？那这个是哪边吃得到？我们店里就有了。你店里有？有。那我们去到店里面吃就好，跑那么远干什么？大概店面远吗？有，很远吗？这边还好，是不是？下次呢，我们就是早一点就去他店里面吃就好。对啊。小大哥说啊，虽然现在是贴壁莲的盛产期，但今年的气候异常，七八月啊都没有台风登陆台湾，很多植物的生长情形啊已经无法拿过往的经验来判断，所以今年的产量非常少，能够找到花苞啊我们已经很幸运了，快把它塞进我嘴里吧。这个会它的香气是本来就这样还是不够的？本来就这样，本来这样。它不是那种，你要眼睛闭起来闻，你不觉得是花的味道？比较像水果味道，你眼睛闭起来闻。它不是那种很芬芳那种，所以就这个。对。很好奇。你有吃过吧？没有。啊？没有还你还带我来吃？因为我知道这里很有名。很好吃，对啊，它的那个脆口度是很好的。可是很多人这样做吗？以前人他们会把它穿烫过再去炒。啊，你这个没有穿烫过。对对对。穿烫。最后有一点熟熟。对对对对。对，很好吃哎。它乍吃之下，其实比较嫩的地方，口感不是味道，口感有点像韭黄。对不对？对，比较黄的地方，它其实是嫩的，它还有一个那个黏稠，对，一点那个黏稠的感觉，很像勾芡，一点点勾芡的感觉。来配粉，有，很下饭，很下饭，很下饭，这个好。贴壁莲，对不对？贴壁莲，不知道还不知道它可以吃的，是啊，对，这知道的人多吗？不少啊。不少不少，是在这一带吧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有这好哎，难得可以吃到在台湾吃到一些没有比较少吃到的东西，对啊，这好。哎，这个是珍珠贝，它不是比较大吗？还是这个在我们这边算已经算大了？它真的会有珍珠吗？珍珠通常会长在哪？哎，塞在里面嘛，在这个位置。不是。啊，这丢呢吼，不好吐啊。对啊，就直接塞进去。没有，它这边要拿掉。这个啊，黑黑的这里。这个为什么要拿掉？它有一个好像那个毛一样的毛哦，有点像那个蛋菜。对对对。哦，你吃过吗？没有。哎，那你不是科长在这附近吗？这不是我地盘。哦，这不是你地盘是他的。哦。这也不是随便人可以来采的。不是随便人可以采，这不是随便可以采，不好采，不好采，数量不多，那你去哪里？水里面。我当然知道水里面的，不然山里面。谢谢。
哦，嗯，好吃，鲜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嗯，这个贝的造型很不错哎，你上次拍的什么时候？嗯，贝妹不是这样吗？哦哦、欸、我说科长，你真的很可爱。为了要吃珍珠贝的贝柱，用筷子吐了半天都没有成功。我想啊，要吃美食啊，就是要好好的努力啊。这个你有吃过啊？这个我认识它，但是我真的没吃过。科长，你平常都吃些什么？我都吃那个渔船抓回来，因为它这个都是盐味，真的不是一般渔船可以抓的。这个好吃，我跟你讲。嗯，这叫藤壶。是。还正比较有水，前面。以前吃这个都拿榔头敲了，对，按键。我们现在用夹子夹，哪边不一样？完全夹。哦，榔头敲了，它肉会碎的，然后这壳会跑到里面去。对，对不对？用夹的，它壳也会跑到里面去，不过它的肉是完整的啦。嗯，哎，真的，完整的。我跟你说，它生的时候吃起来呢，像那个海胆。生的。生的时候很鲜，但它熟的时候吃嘞。它熟是这样吃，像一样，像蟹肉里面那个白白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螃蟹里面有蒸熟的时候有点白白的那样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一定没有想到是我在介绍给你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会不好意思？失职了，对吧？但是这个真的是好吃啊，人吃不到的，生的也很好吃。你们有人在吃生的吗？没有，会吗？啊，你有吃过生的吗？因为它生的话，嗯，有过敏体质的人一碰，那马上就会。吃生试试看，我会有点怕的。你不敢吃哦、喔，很好吃。你敢不敢吃海胆啊？我敢吃。你喜欢吃海胆吗？还可以。那我跟你说，你不用怕，你真的相信我。但是没有腥味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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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新鲜的。真的哎。对啊，科长你很认真闻哦，你闻到那鼻子都碰到它了。真的啊。对啊，很好吃啦，吸一下就好。很鲜，很鲜。对啊。嗯。哇。你再拿一个大一点。对，老板懂我意思。龙虾刚刚在海边的，对不对？吃龙虾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而且这是野生龙虾。嗯。哇。这种野生呢？有。吃龙虾像吃虾子一样，好麻哎。很舒服。好吃。哎，可是这边如果是东北季风来的时候，哦，就很冷。那客人多吗？还好，应该也是会来。是有些客人啊，他们都是来吃海鲜。你反而东北季风来的时候，海鲜比较好吃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光煮那个鱼，上面都一层油啊。对啊，嗯，对。所以走一趟这个，看看海，冬天的海跟夏天的海跟秋天、春天都不一样，嗯，对不对？冬天它反而有一种。进到店里面或吃到海鲜，有一种更幸福的感觉。而且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来海边都是走路来或骑脚踏车，不可能嘛，你一定开车嘛，开这样多冷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吗？对。肚子饿了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锁定詹姆斯的速度料理。吼吼，加班喽！